卡特，耶、yeah, ！我们一起拍片，耶、yeah. ！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没有人约我们，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在西门町不知道干嘛。我们两个就很闲，然后想说今天来西门町逛逛，毕竟我们朋友都很忙，就我们两个最闲。对、啊，朋友都约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要记得多找我们工作。是啊，你看，你看那金针菇工作很忙。你还在想，我现在可能还在直播什么之类的？对啊，是不是？希望客户大家可以多多的照顾我们。Yeah. 既然都已经在西门町了，而且西门町学生又这么多，年轻人又这么多的话，我们不如待会。随机找人可以挑战看看。我们今天就不要想说要约会，我们今天就是找一个人来跟我们一起逛街，一起同乐，这样就好了。看看到底是哪个幸运人可以跟我们俊男美女们一起共游。在下面已经刷一排了，拜拜拜。我觉得我们挑西门町是因为西门町年轻人比较多，比较好找，我觉得。那我们第一站去哪里？我们第一站先去绿盖做一下，想一下我们的策略。哦，好学生哦，可以啦。好，那我先去绿盖。走走走走走。学生的回忆，在你的嘴巴。希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过来，奶盖舔掉就好了。我们两姐弟呢，嗯，现在在西门町找寻可以帮我把奶盖舔掉的人。如果你真的要找，待会真的帮你找一个。那我现在奶盖先留着，等一下才有奶盖可以给他。你先不要把奶盖喝完。既然我们两个这么无聊的话，你敢不敢就是直接在软体上面直接约一个人？如果是我现在的心态，我觉得我敢。请问现在什么心态？就是想要被奶盖，想要奶盖被舔掉的心态。我等一下下载一个 app， 然后我们待会就直接用那个 app。你今天是完全没有说就是要跟这个人约会哦。我们既然是两个人配一个人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三人行。多人，我们今天就当作是那种大学出来玩的感觉，因为我刚有下载一个交友软体，你看我这个配对，我是距离20公里，应该差不多。年纪的话不能太小。好了好了，那不然30内，其实蛮多人有一些都有放照片的。我觉得交友软体一定要放照片，我觉得这样比较真实。我觉得不要长得太那种獐头鼠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你有没有獐头鼠面的一些獐头鼠面的朋友吗？可能小吴吧。那我们待会如果遇到这个人的话，到底要干嘛？我觉得依我们两个个性，他跟我们出来玩就是一定要爱逛街。因为有一些男生可能就在旁边看女生逛街就很无聊，滑手机或是在打手游，最好是打手游，不是打别的。打手游会很害羞内向，对，不然这样就不要约了。嗯，第一次约在哪边很重要，尽量约像这种比较多人的地方，对，才不会危险，比较安全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个人简介很重要。他后面这件外套我有，就是我这件外套。感觉是一个有品味的男生。对对对。好了，那我们一台下，嗨，我们先等他回好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多哎、欸。真的强烈建议大家用交友软体一定要放照片。来，我现在看一下阿元的大头贴放什么，毕竟他刚刚讲这么多。阿元放了一张，他就是很清纯可爱的样子，一眼就可以一目了然我的长相。还行，算是基本。哎，回了。他说嗨。哎、欸，这时候我们要干嘛？我不能太心急。待会如果真的约到他的话，他不会知道说还有你的存在，因为大头照是放我而已。My God， 买一送一的概念，他赚到哎！还是他其实没有想要？记得订阅阿元。哎、欸，不要！今天没上班吗？我跟朋友在西门町闲晃。不然说这么刚好，他要去西门哎，有点主动。我想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把东西我帮你擦掉。东西不是要给你擦的，你干嘛？我放回去。我觉得先一个我们在绿盖，然后笑笑的那个脸，因为这样才不会尴尬，就是没有意思说一定要约大家出来，就是可能先看他的反应。但是你西门熟吗？你先问他西门熟不熟。哎呦，小熟，小熟。那有这个荣幸邀请你当我们两个的导游吗？好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那我等等到。这个很主动，我吓到了。我们在绿盖等你好了。好了，先这样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先这样吗？你喝什么？我喝什么？我觉得有点霸道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等他了。好，这么快？嗯，我也觉得很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没想到 Brian 居然出现在我面前。对啊，那想问一下，阿元照片跟本人有差吗？我觉得没有差，就是看到本人跟看到照片，就是你不会觉得好看，你不会觉得他真的很坏哎、欸。我在让这个气氛缓和，就是说不会觉得说有变一个人的感觉。哦，哎，你之前有遇过照片跟本人差很多？对啊，你有遇过那种？反正应该是有，他在想有会认不出来，看起来比较高或比较矮，这种对的落差的感觉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想要找个人跟我们一起出来逛街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对 Brian 不太了解，我们想说就是可以跟你先聊一下，聊完我们再决定要去哪。你之前有跟人家约出来过见面吗？很少，但有。你俩是什么星座？天蝎座。现在单身。几岁？28。哎、欸，那跟我同年纪。哎、欸，那你们其实差没几个月。反正你先跟他聊，然后我先去帮他点个饮料。那你会不会你回来，他已经在帮我填奶盖了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那你去久一点。那你平常做什么工作？服饰业。真的、哦？卖衣服。那你喜欢比你年纪大还是年纪
市场。我可以接受比我年纪大的，对，因为我以往的朋友或者什么都比我大，跟他们接触之后，其实不会说他们跟你差很多，反而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比较成熟，对，比较成熟。我们刚刚已经先亲完一轮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奶盖变很小？你喜欢的女生类型就是那种瘦瘦，我很瘦，高高的哦，我很高，白白的，啊、你算蛮白的，没有没有，我的白是要那种很白的，白度大概是徐若瑄那种，那很白耶，那个一般人不会是那个，我会比较喜欢，但没有说一定要那种，就是理想型，理想型。他说他是服饰店店员，我们就看一下他品味，万一很差，我们就直接凹，这我压力很大，因为如果他既然是服饰店的店员，然后又这么会挑的话，那我觉得他可以在里面挑适合我们穿的衣服，等下看看他的实力。但我们就是一边逛街，然后一边聊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待会就是喝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出发去第一站，待会见。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、哦、我知道现在很多妹妹都很想要知道就是 Brian 的 IG 账号，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最后的话，我是不会给你们的。我先说我的眼光会稍微的特别，因为我是喜欢就是艺术，比较艺术感的艺术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、啊。艺术我不懂艺术，我不懂艺术了，是他、啊。我也不喜欢安全的感觉，他喜欢危险的感觉，我喜欢，对，我有点危险。大家现在一定很期待我们待会要怎么穿，完全不期待，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。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。拜拜。虾块，这一款的话是因为它现在，我就看它怎么掰。它这个年代跟我们比较接近，就我们大概小时候的时候，就是那种中间有个照片。有。那你的嘞，你的嘞。然后这个就是它外面是搭配它的这个裤子的工装感，里面再加一个现在比较春夏流行的花衬衫。哎，瘦子同款。你们确定瘦子这样会开心吗？瘦子准备提告了，他说我没有同款，先不要。包包可以给我。帮我拿包包吗？太贴心了吧！现在小女生已经开始疯狂刷留言了。她说：“天哪，霸气，欧巴霸气！”哎，刚刚我好累哦，背我。哈哈哈哈哈！直接，他已经直接转头。你要绑在侧边。那我这个也要绑在侧边。你这个就先不要太大了。他怎么变成我在帮？这样，怎么有点像工作完的阿姨？怎么啦？很热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刚才已经逛完就是衣服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想说还可以去哪里？对啊，我们现在两个沙趴的地头蛇可以带我们去玩一下。你想要玩什么？想要来点刺激的，激烈的。那我去打个东西。等一下，我们才认识第一天就要打什么东西？是打那个吗？射击游戏。射击游戏。有点小失望。那我们现在要出发了吗？好，来走。好，哪里可以打？迫不及待了。哥带我们来这里，手枪超出来，我们要玩，真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先要来玩手枪喽。之前都有打高中军训课，反正如果我们不会的话，待会他会教我们。我喜欢大只的，要这么大，那这样的感觉。怎么袋子又回到你们手上？因为我们自己也很贴心，我们不好意思让麻烦别人。对，我觉得初次见面而已，我们可以自己先拿。然后我刚刚想说。哇，很霸气耶！我觉得该不会是想把我们东西拿走吧？我们刚刚决定就是我跟卡特一组，然后 Brian 自己一组来赌注，看谁输。输的待会就是去隔壁万宁大王楼下请吃饭。哦 ，OK 吧？好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等店员。我刚刚后来发现，就是一支枪就是只能配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分开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不要再拖累我了。怎么我不要拖累你啊？你才不要拖累我！我跟你讲，我是很会打枪的人。请你教大家怎么打。我要那个射了，好紧张哦！等一下，我到底有没有射到啊？ No！ 手太酸了啦！怎么了？手很酸，因为它好重哦。你的肩膀要放松一点。这样。对。下一位，下一位是我。卡特，我可以戴那个耳罩吗？哎、欸，这边音乐很好听耶。真的？开玩笑。等一下，那个 Brian 都没有教我，太过分了吧？手握好，然后这边就是放松就好。真的很大声哎。正中那个十分哎。那我真的很烂哎！就跟你说，不要惹我。没了。哇，我好厉害哦！你看那个屎已经被我射穿了。他还这么会讲，到底会不会打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对。我就说我会打枪吧。你现在压力非常大。
阿元现在吓到目瞪口呆。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都那么会射？因为我们是男生嘛。当然，真的会射是一个基本的吧。事实证明 ，Brian 真的很爱射，真的很会打哎、欸。你看爱心法这边整个射穿嘞、欸。你的是比较什么扫射型？他是喷射型。没有没有，我是瞄准型。阿元就属于乱射型的。不是啊，我是女生，我不会射很正常吗？反正总之就是我输嘛。好，那我请吃饭。好，我们去下一站。下一站吃饭。好 ，Brian 已经把套上了。我们现在要玩的这个是拳击。我很久没动了。Oh my god！ 几百公分，我觉得我们先离开，我们不要惹他，我们不会再约他第二次了。哇，好强哦！转换我觉得我很弱哎。不打喽。好，来。三二一。哈哈哈！五分。再一次啦。算了，我们直接走。十，走了啦，不玩了啦，手好痛哦。刚刚已经玩完了，好饿哦。你刚刚不是说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像这个青蛙下蛋还不错，金源排骨也不错。我要三杯那个黑糖粉原生鲜，然后一个黑糖粉原鲜草鲜奶。贴心 Brian 他帮我们付掉这一笔钱，虽然刚才是我输，但是他还是决意是他要付的。欸，有点霸气哦，喜欢被付钱的感觉。嗯，你们是不是都有吃过这一间？为什么你好像都比我懂？其实我是第一次吃的，觉得这好像比较像是学生，就是内行知道，然后就会下来下课后啊，来这边喝个冰的之类的。但我觉得它会有点清淡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刚好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太甜，我会吃不完。可是我想要问 Brian， 就是你自己有没有遇过很雷的网友？有。怎样雷？我要听。你会感觉你怎么样都没办法跟他聊天，你们完全就是一个在 A， 一个在 B。欸，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很瞎，我就聊了大概一两天，然后之后突然就密我说要不要一起来唱歌，他就他跟他朋友在唱歌，然后我想说哦可能是少少人这样就去一下，然后就后来我去哦一大套就是某一个人生日，然后我去完全不知道要干嘛，你知道吗？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第一次跟网友见面约哪里是最不适合？我觉得最不适合的就是像我讲唱歌或是去咖啡厅。欸，为什么？你知道我朋友他就跟网友见面，然后就约在咖啡厅，原本想说欸去咖啡厅感觉可以拍拍美照或什么的，就他就跟那男的约去咖啡厅之后，那男的就带笔电来，从头到尾就一直在做他的事情。我就觉得约咖啡厅有一点点小尴尬，因为咖啡厅又是很安静的地方，或是你很想要认识对方的话，其实旁边的人会听得到你在讲话的内容。那阿远你觉得嘞？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第一次就会说要约家里。有啊，他就会说什么他想要约家里看电影这种。我觉得这种是最普通的。你要不要来我们家看看猫？对，这不行吧？对我来说，吃饭如果第一次哦，会有点压力。那我们现在不在这边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刚刚有做别的活动，那这样的话是可以。可是如果说一见面就吃饭的话，面对面的压力，不确定能跟对方聊得来，那比看电影还要尴尬。第一次我觉得很推荐大家是去逛夜市，因为逛夜市你有玩又有吃，而且你也不用限制说要吃什么东西。好啦，大家就是这样子。不晓得大家觉得哪个地方就是第一次约会是非常 NG 的，或者是哪个地方是你们超级推荐，就是往往第一次碰面一定要在那种地方碰面，可以的人跟我们互动。因为我想说，我们第一次跟 Brian 见面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要送一个小礼物给他，那我们就先吃完，然后待会再去找礼物。现在直接变电灯泡 ，OK， 没关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呢想说来帮 Brian 挑一个送给他的初次见面礼。我们帮他挑一个，不一定要买衣服哎，我觉得买饰品或买帽子配件也可以。还是我就直接衬衫脱下来给他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就需要这个，就把这用在我身上，然后把我送给他。你觉得他会开心吗？还是我们就简单送个 T 恤？你觉得他是什么 size 的？你是说哪边？我觉得这两件好像他都会穿，那就这个送他这个。他如果他不要的话，我自己就拿来穿，因为我觉得也不错。那我去结。哇！哇！过得特别快。对，真的今天是辛苦你了。谢谢 Brian， 今天就很感谢他跟我们一起玩，我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他。我们刚刚精挑细选的，我们刚刚去那个100块的店买的。没有啦，我们买这个也是不便宜的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怎么样？哎，这个态度，这个态度，不是，这就是我的裤子。那我跟你讲，我们希望就是你可以把它穿上之后，拍照的时候想起我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想起我们一起打枪的那一段时光，我们一起三个人这样。谢谢你愿意跨出那一步来跟我们拍片。不会不会不会，现在很热。太凶了，因为今天阿元一直跟我说要找拍片，他说拍约会，我以为是跟我约会，所以其实我准备一个东西要给你。
你要准备东西，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什么？啊！有点压烂了。你今天带花来？你看阿远都欺骗我的心，他说要跟我约会，然后带其他的男人。不是，因为每次我只要拍这个主题的话，他都会跟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跟。谢谢。我在家里挖到了，反正就是一份心意，想到今天刚好拍片，然后带来这样子。好啦，谢谢你们两位今天陪我一起拍片，就是这样子。以上，如果你们很喜欢这一系列的主题的话呢，可以在留言板底下留言跟我们说。也很喜欢 Brian 的话，我会把他的 IG 放在资讯，你们可以去追踪。哦，我们不会把他 IG 放，因为我们会自己私藏。没有，大家。我们也是可以私藏，但我觉得下面已经很多人敲完想要他的 IG 了，所以我还是会放一下。然后如果你们很喜欢我跟卡特拍片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说哦。好，那就下次影片见，然后记得 follow 我们大家的 IG， 还有我们的 YouTube， 拜拜，拜拜。